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秀云。好久不见，让我们继续一起来探索翡翠石板的奥秘。透特的翡翠石板，九，空间自由的钥匙。记下来，人类，听从我的声音，在这周期智慧和光的教导，教导如何消除黑暗，教导如何把光带到你的生命里。寻求人类，去寻找伟大的道路，引导同太阳那样进入永恒的生命，拿掉黑暗的遮蔽物，寻求去成为世界的光，形成你自己光的容器，注视这空间的太阳。把你的眼睛朝向宇宙，把你的眼睛朝向光，用居住者的言语说话，祈求光的圣歌，歌唱你自由的歌，歌唱你灵魂的歌，创造高的震动，那将使得你与整体为一，把你的全部同宇宙混合起来，成长为有光的一。你是秩序的通道，世界法则的通道。人类，你的光是伟大的光，穿透肉体阴影的光亮。你必须从黑暗里自由地提升，在有光完美的你前面，包围你黑暗的阴影，充满你黑暗流动的生命。但是知道，人类，你必须提升你的身体，往前离去，远离包围你的面，还是与你为一。人类，看看你周围，留心你自己反射的光。是啊，即使黑暗包围你，你自己往前灌注的光穿过遮蔽物。你总是寻求智慧，不让你的身体背叛，继续燃烧光波的道路，避开你的黑暗道路。你知道智慧是永久的，自从全部的灵魂开始时存在，创造协调，靠道路里存在的法则。人类，记下智慧的教导，倾听谈论过去时候的声音。是啊，我将告诉你你已经忘记的知识，也告诉隐藏在过去时间里的智慧，在围绕我黑暗途中失去的。人类，了解仍是万物的最终，这唯一的知识是忘记了，就在人类被投进到束缚里时候失去了。限制和束缚用黑暗的链条。很久以前，我摆脱了我的身体，我自由地徘徊，穿过以太的无穷，围绕四角，保持人类于束缚里。人类，了解仍然是唯一的灵魂，身体什么也不是，灵魂是万有。不让你的身体成为束缚，丢弃黑暗
和旅行被光线照着，丢弃你的身体，人类，去获得自由，真正的成为与光同在的一的光。解除黑暗束缚时候，像光的太阳那样在空间进行，然后将知道空间不是无限的，但是真正的受角和曲线的分解，知道人类那存在的全部仅是未来伟大事物的一个外表，物质是液体，像溪流那样流动，从一个东西到另一个东西，连续不断的变化。通过知识存在时代的全部，不再改变，虽然埋葬在黑暗里，不再失去，虽然被人类遗忘。知道遍及空间，居住在里面的是同样的与你自己伟大的其他东西，交织的穿过你肉体的心，仍以他们自己的空间分隔开。曾经在一个时期内长久的被遗忘，我透彻开启了入口，洞察进入其他空间，即知晓隐藏的秘密。事物本质深处是多数神秘的隐藏，九是互锁维度，九是空间循环周期，九是意识的传播，九是世界里的世界。是啊，九是循环周期的上帝，来自上面和下面的周期。空间充满了隐藏的众多一，因为空间是由时间分开的，寻找时空的钥匙就会开启大门，直到无处不在的时空真正的意识到它存在。虽然由于我们的知识它是隐藏的，仍依然永恒的存在。对你内部世界的钥匙仅在里面发现，因为人类是神秘的通道，而钥匙就是与一同在的一。寻找里面的周期，使用我赋予的世界，开启你里面的入口，而真正的你也将活着，人类也思考活着，仅仅是知道它是死亡里的生命，因为确信才是你身体的束缚，因为你没有生命存在，仅仅灵魂是自由的空间，具有真正的生命，全部别的就只是束缚，来自将成为自由的束缚。不要以为人类是地球天生的，虽然它可能是来自地球，人类是光里诞生的灵魂，但是没有懂得它永远不会自由。黑暗包围着光的诞生，黑暗束缚灵魂，仅仅是正在寻找的一，可能曾经希望去获得自由。围绕你的阴影降下了，黑暗充满全部的空间，往前发光，点亮人类的灵魂，用你充满空间的黑暗，也是伟大光的儿子。
记住，而将会自由，不把你停留在阴影里，从死亡的黑暗里跳跃出来，发光，让你的灵魂成为诞生的太阳，充满光的荣耀，解除黑暗的束缚。灵魂就是拥有光的一全部智慧完美钥匙的你，在你里面是全部的时间和空间，活着不受黑暗的束缚，自由的你，你的光由黑暗组成，充满全部宇宙的伟大光，将你完全的流向人类。他的身体由光的火炬构成，在人类中将不再熄灭。在过去长久以来，寻求我的智慧，不为人类所知的知识，远离了过去，我旅行，进入时间开始的空间，寻找我曾经知识的知识，增长我知道的智慧。然而，我真值得在未来紧紧发现，把握我思考智慧的钥匙，向下进入到阿蒙提大厅。我旅行，寻求伟大的知识，期望你，周期的上帝。我寻求智慧他们的道路，询问上帝这问题，全部的来源在什么地方？回答说，在有力量的音调里，上帝酒的声音，从你的肉体里解脱你的灵魂，与我一道往前，直到到达光。往前，我从我的身体而来，黑暗里灿烂的火焰，我站立在上帝面前，沐浴在生命之火里。于是我被一股力量抓住，超越人类知识的伟大，投掷我进入深渊，穿过人类未知的空间。我真的看见法则的形成，来自混沌和黑暗的角落。我真的看见光，来自法则，即听到光的声音。我真的看见深渊的火焰，往前铸就法则和光，看见由混沌里生出的法则，看见赋予往前生命的光。然后我听到声音，听从你和懂得，火焰是万物的来源，包含万物的潜能，往前发送光的法则，是命令，和从命令而来的生命和全部的存在。而再次响起的声音说道，在你里面的生命是命令，寻找你内在的生命，就拥有了使用命令的力量。我长久地注视着光的火焰，往前传播火的本质。除法则外，还要明白生命，而人类就是与火同在的一。我回到我的身体里，再一次与酒站立一起，倾听循环的声音，用拥有力量震动的声音，他们说道：“知道，透特，生命
检视你火的话语，生命往前寻找你前面，检视火一样的世界的话语，寻找话语的道路和力量，将的确成为你的东西。然后询问九的我，上帝给我显示道路，赋予抵达智慧的道路，给我显示话语的道路，然后回答我，九的上帝，经由法则你将找到道路，也看见由混沌而来的话语，倒不是看见从火来的光。顺道访问适合这法则你的生命，平衡和规范你的生命，平息全部情绪的混乱，而你将会在你的生命里规范，由混沌里的法则带来往前，将带来你来源的话语，你将拥有循环的力量，而形成你灵魂的力量，将自由地伸展通过年代，来自本源的完美太阳。我真的听到声音了，在我的心里深深涌起感谢的话语。我永远寻找法则，我会利用话语，也知道他得到它，必须永远在法则里感激地使用话语。虽然这法则绝不和绝不能是话语，接受这些话语，人类，让他们同样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寻找你去征服这法则，以及你将会是法则与它同在的一。往前付出你的努力，获得光，在生命的道路上寻求成为与太阳同在的一，寻求成为单独的光，在一里保持你的思考，与人类肉体同在的一，直到万有就是从混沌而来的法则，进入光里的诞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将继续翡翠石板十，时间的钥匙。愿喜悦与宁静与您同在，祝福您一切安好。